首先会那个恭喜你获得今天的这场胜利，然后这是你今天那个这场这次试点赛第一次出场，就这个场馆你感觉适应的怎么样？像风向之类的对你有影响吗？我觉得今天对最主要还是会以适应风向为主，然后感觉上应该是就是球比较慢一点吧，因为看比赛的时间都打得比较长，然后比较多拍一些。然后今天这一场比赛可以点评一下你自己的发挥吗？我觉得还好，就是还是失误蛮多的，然后在风向的控制上，我觉得还是需要再多一点时间去掌握跟调整。这次试点赛你对自己你有一个什么目标吗？当然是突破自己以往的成绩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